请问是王小明的妈妈吗？我是老师，想跟您约家庭拜访，跟您讨论一下小明的学习状况，不知您什么时间方便？老师哦，您好，您好，好啊，您随时都可以过来哦。小明妈妈您好，我们是和学校配合的客服老师，我们现在有一套很棒的参考教材。是什么教材啊？现在最夯的就是数位学习，我们这套教材可厉害了，小朋友可以在家学习，家长就能随时知道小朋友的学习状况，再也不用每天忙着带去补习班了。哦，那这套会很贵吗？不会啦，全科每个月只要3500块而已。而且啊，如果孩子课业不懂，我们随时都有客服老师，教材用完还可以留给弟弟妹妹用，真的是划算又方便，不要再傻傻花大钱去补习了啦。而且我们还有试用期服务，您可以试用看看，不满意可以退，您放心啦。如果您连试都不肯试，小明怎么会有进步的机会？这不是给我们机会，是给小明机会试看看啊。好像不错耶，小朋友的功课我也看不懂，每月3500元比去补习班便宜，又有科普老师可以问，等于在家补习，而且也有试用期啊，那就试看看好了。用过都说好，您放心。来，帮我填一下基本资料。这个写什么？我都看不懂中文耶。没关系，只是一些简单说明啦。您在打勾的地方签个签名，这里、这里、这里签名就好，我不会害您的。10万？怎么可能啊，先生，我要退货啦！这教材我小孩根本不会看，而且不是每个月付3500元吗？怎么会变成10万呢？妈妈，您已经超过了7天犹豫期，不能退了哎。这价格在合约上写得很清楚，您也签名了哦。啊，不能退，怎么办啦？如果遇到上述的情形，要注意签订契约书前一定要审阅清楚，并且审慎考虑是否要购买。契约看不懂，千万不要签哦。道府行销教学套书属于访问买卖，可于收到套书7日内，包含例假日，以退回商品或书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约。陌生来电却了解家人的个资，应该要问清楚个资来源。如果有任何消费问题，可于上班时间以手机或视话直播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洽询，若需申诉，可上网搜寻台中市政府消保园地，直接线上进行申诉。